大家好，我是回声乐团的主唱博昌。那我平常演出的时候呢，除了唱歌之外，我也负责节奏吉他的部分。那节奏吉他呢，我在音色上面的使用有几个需求。首先，我会需要把中音的部分让给主奏吉他手。那所以我会特别需要很 solid 的低音，以及很清亮、很有 punch 的高频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正好拿到了这个 Ernie Bow 的孤悬，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很能够表现出吉他在高音的部分，特别是那种很清脆清亮的感觉。我们来听一下，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歌曲里面时常使用的一种很清脆的刷弦，有点类似我们常听到 REM 的很多歌曲里面的音色。这首歌像是《处女空气》。莫等爱人，请你唤醒我的心。莫等爱人，我愿为你转不停。那可能很快的呢，后面就要进入到很温暖的那种overdrive 的声音。请你牵着我的手，亲吻枯干的荒漠，此刻处女空气将充满我。那我们听到呢，其实这两个音色，这个孤悬的表现上面都非常的突出哦。首先前面它真的可以带来一种很清脆、很清亮，但是又不会很虚的那种声音，它的颗粒感、它的亮度跟力度其实是蛮大的。那到了后面比较 drive 的音色的时候呢，它还是能够呈现那种很温暖，而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尖锐、然后太薄的那种声音。那另外一种风格呢，会是稍微摇滚一点的，像是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巴士底之》，它可能是先从分解和弦开始。呆坐在这风里洞穴之间，窥伺我的寂静渐渐蔓延，规则凝聚的空白化不开。那可能很快的，他就要接到后面那种很 high gain 的、比较爆破的那种声音。突然间，一阵阴旋，破碎的景象散落在眼前。原子少年坚固守卫，微风的盘旋。大家可以听到呢，就是在前面的分解和弦开始，他的。当我很用力的去 picking 的时候，它的那个 crunch 的声音会特别的明显。那即使进入到后面 high gain 的刷弦呢，它的每一个的颗粒其实都还是很清楚可以被听见，所以非常的适合在我们这样的曲风来使用。